早安，你为什么穿那么休闲？休闲骑啊。今天我们要骑非常新手的路线，剑南路、中社和剑南路、剑中剑。对，然后带了一个所有的学妹一起骑。好，走吧。好久没有骑剑南路了，现在在中山北路上面。好啦，绕到河滨来了。每次绕到河滨，我就觉得超复杂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可以记得住，从各个方向进河滨，真的很厉害。好，要上剑南路了。剑南路了。很不得体，在这里马上切了。啊，是啊，可以啊，当然要切啊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从大直这边上剑南路，之前都是从那个士林那边攻到顶之后，我们就直接下滑，所以没有滑到这边过。坡度大概在5到7之间啊，道路蛮窄的，所以会车大家小心一点。要继续追上去了。到宫顶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哎呦，要坐引擎向上。好，宫顶了，这次是从大直上来，之前都是从士林，是从那边上剑南路。后来把他的学妹抛在后面了。啊，我在这里等他。慢着呢。哦哦。哦。好了，好，你也只做三下是不是？很陡哎、欸。哦，你要试试，好。你轻而易举。你的手没打直啊？跟手要打直啊。手要打直啊。克莱尔学妹还没有上来，所以克莱尔下滑下去找他学妹。这以前是我们在做的工作才对啊，以前是强哥在做的工作，下去找人。没有，一代传一代。一代传一代，现在传到克莱尔。好了，学妹不知道怎么了，没有上来。因为克莱尔下去蛮久了，所以我们也下去看一下好了。希望不是抽筋，不然就没办法骑了。有吗？把他带去看夜景。对呀、啊。什么鬼？我以为他抽筋还是干嘛了？又再度攻顶了。我们这样子算已经骑两次剑南路了吧？我们今天剑剑中剑。好，可以休息了。永安不简单哦。不简单哦！现在还没带到迷路了。啊？对啊。恭喜完成。啊？哪里有岔路？我怎么没注意？有一个岔路，我照相的下面。哦。那个是有一个看起来旁边一个很像那个走步道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想到怎么不见了？好，我们要下滑去中社。我们今天眼睛看有点小。好，我们要下滑去中社。比赛开始。比赛开始了。不是我。Start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下滑小心。下滑完剑南路，回到这个至善路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去中社，真的是一个非常新手的路线。对，如果你身边有新手要推坑的话，然后可以先从这个剑南路或是中社这种短路开始。好了，到中社路的入口了，等他们上来吧。好，到齐了，我们继续往上攻中社吧，出发。上班我看到你拍的照片，
我拍得到。你竟然在骑车的时候拍照了？我本来就在骑车的时候可以拍照啊。哇！我上次来试一次。好，我也要在里面。在骑车的时候吃排骨饭吗？为什么骑车可以吃排骨饭呢？这就比骑车拍照还要再高一点。有点靠啊，他硬要挑有瀑的地方，对啊，帮我们拍照哦。还走那圈呢，可乐现在可以拍照嘞，骑车拍照。到顶点啦，等他们上来。哇，骑得好累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等一下。哦，是吗？攻顶喽！骑到脸好红啊。真的。哇，攻顶了，恭喜！看起来轻轻松松。原来你从是爬坡型的。哦，都没下来吧？好了，剑中风嘛。风吗？哇，一次解锁啊！耳朵好痒。空中剑，不然就是圣人瀑布。看一下有时间。你要独照吗？我另外一边。好啊，我忘了。咖啡了，来看一下。好，可以。我们要直接下去喝咖啡了。好了，走吧。下滑小心哦，下滑小心。下滑越来越快了，好，我们已经下滑到棕色的路口了，那等一下就会去喝咖啡吃东西了。下滑了，